连环转掌练习法是八卦掌的高级练习形式，它是将八卦掌的动作按照八卦掌的运动规律编组成的纵横连环随意走转的套路。这里演示的连环转掌是以转掌八式的38个动作为主要素材，吸收白岩线讨、乌龙摆尾等几个动作编组而成的。